何所信赖的义兄弟，如今身在何处？你的同伴又在何处？明白了吧？所谓情谊，不过就是空谈。既如此，备让小心。 小心两位义弟，大哥，袁绍，混账，立刻放了大哥！尔等正在情谊的树下，灰飞烟灭吧！云长，一走。 别管为师，快跑！兄长，怎会如此？